有一件我之前认为不实用的大品，现在很火，很多人说它的存在不太合理，买来不知道什么季节能穿，夏天穿太热，秋天穿又太冷，猜到了吗？我说的正是短袖针织衫，刘雯前不久穿的这件红白条纹的好几条系，来自鄂尔多斯。大表姐 Jennifer Lawrence 也有穿，这件黑色很显胸大，来自 Theory。不只是女明星在穿，办公室的助理小牛们最近也很爱穿。针织衫怎么就突然火起来了呢？我研究了一番，得出了一个小结论。嗯，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件这样有女人味的大品。首先，短袖针织衫很优雅，穿上后自带高级感。走赫本是优雅风路线的 Jenny Wharton 穿过好几件，还记得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这个经典画面吗？里面的女士们就连健身穿的也是短袖针织上衣，优雅的同时还兼具了青春活力。挑对款式的话，她还特别显身段，很有女人味。国美小姐不算很纤细型的了，穿上也显得身材苗条，比例很好。和短袖针织衫共同火起来的还有这种针织背心， Amber 之前在看那电影集穿过，还蛮惊艳的，最近很迷他的颜，多放一张图。另外，针织衫的面料比很多夏天的面料都略厚，也更有质感一些，这让他自带了优雅感，跟 T 恤对比一下就很明显了。至于很多人以前一直担心的不时穿问题，其实也还好，现在的很多针织衫都很薄，透气性不错，夏天穿完全不会有闷热感。况且我们天天待在空调房，室内温度比较低，穿短袖针织衫反而冷热适宜。几个助理小妞都说完全不觉得穿起来不舒适。现在最火的针织衫主要是短袖款和背心款两种，今天就来给大家好好种草一番。一排声明，本文不含任何商业软性植入。短袖针织衫作为一个时髦的平胸，偶尔也想感受一下有胸的滋味，哈哈。这时候，短袖针织衫就是我们平胸新人的救星了。梅梅这张看起来是不是还挺有料？短袖针织衫中最经典的是小圆领款，再一码平穿也能穿出点曲线来。时髦的潮模们还蛮爱穿，领口越高越显丰满。平胸新人记住了，不过领子太高那还是会比较热的，要适可而止。圆领短袖针织衫也是最优雅最正式的存在，梅根用它来搭配半裙，全身同色系，可以直接出席皇室活动了。如果穿的是一身绝绿色，则比较考验肤色，可以像模特这样化个气色妆，再用白色小方巾衬托一下。上班族们真的可以考虑来一件短袖针织衫。Amal 也很爱穿黑色针织衫配白色半裙，比普通职场装更时髦，纯色的简洁款最百搭，把裙装换成裤装则显得更加干练。石头姐和凯妹参加活动都这样搭过，不想看起来太成熟，可以选择搭配 A 字短裙，做一枚活泼少女。高腰短裙不愧是显腿长力气， Emma Roberts 这身再配上我们之前写的黄鞋子，腿长一米八，哈比人如果选择短款露腹上衣更能突出身材好比例。担心露腹部对身体不好的同学，下半身选择高腰款就好了，搭短裤也是别有一番时髦诶。胸大的朋友看到这里是不是很气？别担心，选对款式，短袖针织衫同样适合你们。现在也出了不少大领口的，领口越大越能弱化大胸，全身看起来更轻盈。对比一下，大胸新人也不要选太紧身的，选择像右边这种 V 领加宽松版型的，视觉上瘦十斤。还有这种 polo 衫的款式今年也挺火的，这种款对大胸小胸都有爱，胸大的同学可以多打开几颗扣子，胸小的同学纽扣可以全系上，也不会看起来土气。自从变月半以后，我对衣服的袖子也格外警惕，像这种柔软面料的短袖很容易显手臂肉肉的，还是留给纸片人穿吧。右边这种泡泡袖更能遮肉，刚好遮住最粗的部分。不过泡泡袖不适合肩宽背后新人，
很容易显壮。肩宽新人如果想尝试的话，可以选择 V 领或者下面提到的背心款。对了，如果看到这种马海毛材质的，请绕行，它的膨胀感很强，容易显胖。单品推荐，这件 Vera 的针织上衣有点 Polo 衫的意味，看着更休闲一点。官网参考价229元。Urbana Fitters 这两款彩色条纹针织衫很显青春活力，官网参考价269元。今年很流行姜黄色 Sorry but 这件针织上衣颜色饱和度很高，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穿，肩上的纽扣也很精致。海淘网参考价853元。 But Ryan Denim 这件带领子的针织衫适合上班穿，搭配西装裤很干练，海淘网参考价954元。国产品牌 Edition 10+ 的衣服也蛮值得入手的，左肩上的镂空设计很有新意，官网参考价1099元。条纹款的针织上衣还蛮复古的，这件来自 Ragamp 海淘网参考价2237元。现在总是抵抗不住粉嫩的颜色，这件短袖针织衫颜色温柔宽松的款式对各种身材都很友好。来自 Pringle of Scotland 的海淘网参考价4122元。 Miu Miu 家的短袖针织衫颜色很清新，背后是暗扣的设计，显得很淑女，海淘网参考价6182元。针织背心，针织背心我还蛮喜欢穿的，相比短袖款它露出整条胳膊，看起来十分清爽，国美小姐这一身搭配还蛮美的，搭配高腰阔腿裤和高跟鞋很显气质，身材修长的女同学穿上背心针织衫后显得收很纤长，哈哈。相比短袖针织上衣，针织背心对肩宽人是友好很多，对比一下肩膀位置好看的同学可以选这种肩线靠里的，露出好看的线条，这种领口小肩线靠外的很适合有些方肌溜肩的女同学，什么问题都被盖住了，只露出胳膊来，还没练出天鹅臂的女同学肯定很担心显胳膊粗吧，可以选这种袖口开的比较大的背心款的，显胸效果和短袖款是一样的，领口越高效果越好。你看以扁平身材出名的 Twiggy 穿上高领针织背心后也变得高凸有致了呢，不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很紧的感觉，美貌度低一点，我更喜欢偏宽松一些的，这种面料轻薄钩织密度大的款式很适合夏末秋春的时候穿，透气性好，穿上身很凉快。有人担心针织背心会不适合上班穿，其实不会，只要选颜色偏中性的，再搭配长一些的迷你裙，同事可能会夸你今天有些不一样，项链叠搭一个小心机也可以 get 起来。在空调房待久了有点冷，外面套一件西装外套好看又得体，搭配裤装也没问题，它和阔腿裤很配，桂纶镁参加活动这样穿轻松时髦。 Sienna Miller 这身也可以成为上班装的典范，特别的背心款搭配吸烟裤，和短袖款相比背心款还有一点很棒，领口大的针织背心可以玩叠搭，里面穿一件衬衫温暖又有层次感，吊带背心款现在也越来越多了，它的清爽度显瘦度都更高一层，有对比就有发现，左边这位的裙子也很减分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膨胀，肩宽的同学更适合穿肩带粗一点的针织吊带，右边这种方领是今年的香饽饽，衬衫裙子都有类似设计，粗肩带的小方领穿在我们平胸身上能打造少女感，胸大一点的则能穿出复古味道，胸比较丰满的女生穿 V 领的更显瘦，对自己身材很有自信的同学可以试试露腰腹的针织上衣，还蛮性感的，身材还没有修炼的很完美的同学我建议选这种宽松些的，可以遮肚子上的肉肉。无脸单品推荐，这件绿色针织背心颜色很清新，是 Mango 家的，面料有点厚，官网参考价119元。这款绿色针织衫是日本品牌 Build Prime 的，海淘网参考价
256元。这件蓝色针织背心还蛮显霸的，来自美国小众品牌 Miller 海淘网，参考价946元。Money 粉色格子针织背心还蛮复古的，现在打六折，海淘网参考价2362元。Prince I show 了家的背心很修身，是纯羊绒的，海淘网参考价2728元。Money 的针织背心配色很好看，海淘网参考价4158元。这件针织吊带自带金银丝效果，搭配百褶裙很优雅，来自 Loveless 海淘网参考价256元。如这件吊带走法是复古风，官网参考价743元。The end.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